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 my channel. 我是牙医琪琪，小朋友们的牙齿出了一些问题，帮他们检查一下吧。哎呦，我的牙好疼啊！我来帮你检查一下吧，张开嘴巴。先戴上开口器，检查一下牙龈。牙龈有些红肿，需要消炎处理。在伤口和肿包涂上药水。查一下牙齿，发现了两颗蛀牙，这两颗蛀牙有小牙洞，需要进行修补治疗。好多细菌，快消灭它们！用水将牙齿清洗干净。清洁干净了，在牙洞填满骨牙物料，牙物料烤硬，牙洞都补好了。现在将牙齿打磨光滑。牙洞补好了。
结石，先用超声波将牙结石震碎。水枪将牙齿冲干净，将脏兮兮的水吸掉。找一找是哪颗牙齿出现了问题。很疼，需要进行根管治疗。先将蛀牙上黑乎乎的牙洞挖掉，消除蛀牙里面坏掉的神经细胞，牙齿才不会疼哦。水枪消除肿包，拖动瓶子往牙齿里填满补牙物料。刷牙要仔细，才不容易有牙结石和蛀牙哦。可以在这里展示哦。好痛啊，我的牙！我来帮你检查一下吧。张开嘴巴，啊啊！舌头好脏啊，先将它刮干净。
假牙根。扫描假牙根，找出合适的牙齿，将牙齿安装到正确的位置。治疗完成，这牙换成了坚固的假牙。刷干净，舌头也要刷一刷，牙齿才会健健康康哦。我的牙齿歪歪扭扭的，不漂亮。我来帮你检查一下吧，张开嘴巴，啊啊，牙齿好脏啊！先将牙齿刷干净。牙套后也要按时刷牙，牙齿才会干净又整齐。